上面这个态写的这两项加起来，然后我
其中前面这个客人值 PI 需要满足是规范条件。
对于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首先来考虑，在做一个测量情况下，这个唯物体会如何变化。首先，我们做关于单这一个题做一个测量。那首先来看，对于塔它在做完测量之后，它也变成了一度矩阵。然后我们将提问顺序改变一下。首先这一项，我们知道，首先这一项我们可以写成量形式。好，那么将这个球格，我们可以移到里面去。而这一项，我们就知道可以写成头用头语算法来写，写成赵先生。而这一个求和，我们就要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定的赵派密度矩阵。然后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一种更简洁的形式。这就是密度矩阵在测量情况下的变化，也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矩阵。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考虑一下，在做腰正情况下，密度矩阵会如何变化？腰正也。
高中首先加这个 UT 移到坏面去，然后因为这个 U 我们要求是一个标准矩阵，所以我们可以加这个 U 移到这一边来，现在就是它的 E 存量可限。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项，我们实际上可以写成一个头语算法，用头语算法形式，就会写成这种形式。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结合，这时候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前面定义，就是连接的利用矩阵。那么我们就要怎么写成乱形式？因为这个有些变态是任意的，那我们就可以得出。在作用完这个标准变量之后的一组矩阵，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形式，有点类似于矩阵的相似点，对，实矩阵的相似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给一个利用矩阵 no， 我们是否通过一个测量再加标准变化，能够将它变化到另外一个任意的利用矩阵中一点？
啊，我们将界限用头顶上和的公式展开。而这个公式，我们将可以写成这种形式，像这个 Ti 就这个矩阵，满足我们前面对于马尔克夫过程的定义，也就是它的行加起来等于一的那个定义。那么对于这样将这样的起点利用到一个 Ti 对马尔克夫过程，我看行加起来就是关于 I 矩阵，还是关于 J 矩阵？就是 TIG 啊，关于 I 序列，关于 I 的，对，关于 I 序列。然后对于这，我们在之前证明的结果就是 ，P 一撇所包含的信息，要小于等于 P 所包含的信息，那转化成我们 B 矩阵的作用完之后 ，B 矩阵所包含的信息就小于等于作用之前那个矩阵所包含的信息，我们就知道这测量怎么样减少信息，而这样就导致了。一个不可逆，所以我们前面的过程一是不可逆的，对。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考虑，我们在我们建立的纯波的力学当中，这个怎么来看？所以我们对我们学纯波，我们首先可以看知道。我们实际上只有腰椎一块，没有测量功能，所以在我们所见的理论当中，所有功能都是可逆的。但是相对于观测者来说，对于一个某个观测者，他能看到现象是由量子力学描述现象，在他看来是不可逆的。而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所见的理论当中，在那个叠加态，不同的元素之间都是独立演化的，这之间都没有交流。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明，这观测者。永远都看到的是不可逆的过程，在他看来，他只能得到的是相对于他的态，而没有办法得到整个叠加态，只能得到相对于他的态，就是相对的，对，理论就是这个。好，这就是我们对可逆跟不可逆的讨论。就是像舒勒的他们
相当于弱成长。嗯，对。就是它因为是相当于这样是一个过程。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近似这样。嗯。所以说，其实相当于 Everett 这个相当于后面他们的什么 decoherence 这些，其实 Everett 都考虑过，对吧？嗯。只是说他们有找一个理想模型来计算，但其实他也好像后面也说过时间的问题。相当于多长时间这样完成，对吧？对，也讨论过，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些讨论都很具体性。嗯。那我们对于近似量，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指的是这个态，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你要测量的算符的特征态，但是你却并不知道它到底转化成了哪一个特征态，因为你对特征值得到并不让它确定。那么对于这种解释一种反驳，就是在比如说我们前面概括的自由阶讨论当中，它对位置进行了近似测量。我们知道这样测量通常是相当可靠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样测量同时也是一个近似的测量，因为它测量时间有限。但是根据这种说法，可以说明，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它的位置的那种无限定性，导致了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可靠结果，跟我们实验结果相违背，所以这种解释是行不通的。那么在我们所建立的理论当中，实际上非常好解释这种情况。回忆一下我们前面对于测量定义，实际上就是两个系统，观测者跟被观测系统之间一个相互作用，我们用 H 来表示。那么这样的相互作用，我们在定义测量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定义是对这样的相互作用在时间趋近无穷大的取一个极限值。然后对于近似量的情况下，所做测量时间不是无穷大，那我们就可以立马知道，实际上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相互作用求解限定的等式，求解出来对我们十个 t 求解出来的态，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叠加态。而对于这样的叠加态，就做完近似测量之后所造成的一个态，对于这样的叠加态，它每个元素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给它一个 measure， 而这个 measure 所对应的就是概率。就对应是 p 概率，也就是得到各个结果所对应的概率。而相对于某个观测者态，这个叠加态相对于观测者态，我们就知道是做完这个近似测量之后所得到的态是一个相对态。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就得到了近似测量在我们目前理论当中的解释。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在讲测量的时候所考虑的一个例子。回忆一下，我们做完测量在十个 t 的时候，这个态函数我们有这样一种表示。这就是在十个 t 的时候所对应态。那么对于这个态，根据我们前面解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概率，而这概率就简单系数的模的平方。这就是我们对这个近似测量所给的概率。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定义在做完这个测量之后所对应的态。我们这里所定义的态就是相对于这个德拉函数
否则应该太，那就可惜啊。回想我们之前定义，这就是做我们做完测量所给你的态。而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可以反驳关于近似测量在标准量子力学当中的另外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我们本来要测量一个量，比如说 Q。但是我们在做近测量的，我们实际测量的量是 Q 一体，其中这两个上中间有一个对应关系。那么这种我们知道，如果测量的是 Q 一体的话，我们是要知道，在得到那个态，就是原先那个态做一个投影的镜像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原先的那个态做了一个投影。而得到我们之后的态，而投影上我们知道吗？要满足的性质就是它平方要等于自身。那我们来看是否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将两个投影上我们作为它的态量。那我们就知道得到对应的态，是这样一个态。那么要满足投影上的要求，有一个地方等于一，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德塔态要等于它自身的平方。那我们知道这个条件不一定能满足，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解释，我们知道也是错的。这就是近似量，在我们目前理论当中，近似量可以很简单的就理解了，不需要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考虑的第四个例子。哎，你刚说近似测量可以很简单的理解，为什么很简单？那个准确测量不是时间趋于无穷大吗？对，那这个就是在于有限时间。对，就其实那也不能说是简单，对吧？就是现在可以理解，但是真正要计算就显得很复杂，对吧？我有理解吗？对，因为投影算其实就不管了，对吧？嗯 ，OK。我们接下来考虑一个具体的自旋测量的例子。这个名词很关键。那我们对自旋我们应该如何测量？我们首先对于我们要测量自旋那样一个物体，我们让它穿过一个非典型的磁场，而这个磁场作用是什么？作用是如果这个自旋是向上的，它就给它一个向上的动量；如果自旋是向下的，它就给它一个向下的动量。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动量测量动量来知道自旋。那么在这样一个磁场，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请问这个 mu 啊，对 ，mu 是个常数，对，一个常数。然后这个所对应的自旋上的，它是啊，而这个对应的是磁场。
那我就要展开这个结构就是。就开始于相当于上面就多了一个动量，啊，你要注意，这多了两个项，两个项因子，有这两个项因子。那我们来看，它对应是什么？那这个项因子对应的是。就在向上方向加了一个动量，而这动量大小 μ/h/c， 对吧？嗯，啊，假如穿越时间属于德大贴，而这项所对应的量是向下的。
哎，经济体的特征态不再是跟时间是有关的特征态。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而这样一个特态，特征态，我们可以用原先的特征态来进行一个展开。当前这个系数，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写的 a i j。然后在传统量子力学当中，我们这时就说 a i j t 的模拟方就是转移概率略显概率。那么这样一个名字实际上是有误导性的，因为这样一个名字好像说的是这个态从原先的 phi j 变成和 sin i， 是做了一个不典型的跳跃，而这跳跃导致是产生了一个混合态。而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体验障碍的一个混合态，所以这样一个理解实际上是有误导性的，要相当于后面还有在测量一下之后，你才会是混合态。但是这混合态概念在有这种情况下，确实更加适用，也就是两个系统 S 一和 S 二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我们知道产生相互作用之后，这两个系统通常就纠缠在一起 ，S 一或者 S 二都没有一个独立的态。而这时候我们来看 S 一或者 S 二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它一个混合态，通过混合态概念给它。那么这样的混合态，如果我们只剩下 S 一的原料或者 S 二的原料，实际上我们用混合态可以更加方便计算，而计算结果也总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系统设计两个系统的量，我们这时候就必须要用叠加态，用混合态这时候就行不通。啊，这就我们以上考虑的四个我们所建立的理论的应用。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在量子力学当中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不同的解释，接下来看一下解释，这些解释，我们有了我们现有，我们就可以更加准确来评估一下这些解释。首先，应用解释。就通常的解释，这个解释大部分呢就通常来说的解释，也就是有两个过程，但对这个解释我们知道，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思想实验，就说明这种解释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还有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果这宇宙里面真的只有一个观测者的话，这种理论实际上在逻辑上面是一致的。大家要有一个观测者，但这些不太可能。就是只有一个观测者。是逻辑上，会不会就是说时空？如果说你认为时空是一个观测者的话，是不是时空就是终极的唯一的那一个观测者？时空本身看成一个观测者，会不会时空就是那唯一的一个观测者？对吧？OK， 好，那对于第二个解释。第二种解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扩散态不是一个主观描述，但是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找不到主观的一个描述。主观的客观，客观的。那这个里面说就是，对于不同情况，比如说
经典的量子，我们要用不同的模型应用。就是人为化学边界，但最后理论，我们知道首先在应用方面并不是那么方便，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应用哪种模型。而其次，我们在物理当中更希望找到的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对所有的物体都成立。那当然有第三种描述，第三种就是所谓的隐藏变量描述。我们来看隐藏变量。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因为我们有布尔不等式、贝尔不等式，但是贝尔不等式没有完全作为隐变量，对于总觉得局域的，对局域的隐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不是非局的隐藏变量还没有感受。那么这隐藏变量实际上就说明了我们那个火灾的描述是不完全的，还有这些隐藏的变量。那我们接下来看，在当时人们想象这隐藏变量是些什么。所以爱因斯坦在建立广义相对论的时候，那他就知道他要将这些东西都转化成就像时空的一种弯曲。那么对于粒子，可以想象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物体。而对于这个结构，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所以在爱因斯坦理论当中，他说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隐藏变量。然后大家还有其他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就是觉得，我猜这个态实际上是一个立场。作用在一个例子上，这里就有点像德布罗因的，德布罗因的那个说法，叫什么非循环模式，而这个例子是由确定的欧姆或者是差不多是确定的位置的动量。而这个位置的动量就是这个理论当中的隐藏变量。对于以前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因为实际上这个理论的解比较难找，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对于这个理论并没有得出什么定量的结果。而对于这样的立场的理论而言，实际上人们研究已经表明，跟我们在我们看来跟标准量子力学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还有第三种解释，第三种解释是这样的，假设有个事件链，假设有个集合一标包含了一系列的算符，这些东西安全的模式都有吗？有吗？那么我们这个集合一可以取一个子集 i， 这子集 i 包含算符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子集 i 里面的两个算符，有。好，卡
好，六题。而对于集合一年包含的其他的任意元元素，而对这样一个理论，他说这个 I 这个几个里面所包含的算符，这样就对应了我们所说的可观测量。那么我们知道，而这些 I 里面的算符就构成了我们这个理论所说的隐藏变量，就是其他的 I 算符。其他算法就是隐藏变量，对吧？然后无法算出隐藏变量，所以我们看到了量子力学所依的随机现象。但是这个等于啥都没说，对吧？啊，这是可能，其实啥都没说，啊，对吧？啊，对，他说啥？啥都没说。嗯，对。哦，我原来读到这样还觉得读得很费劲，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啥都没说嘛，对吧？嗯。以上这三个关于隐变量的解释，我们接下来看量子力学第四种解释，所谓随机解释。啊。你觉得隐变量有可能？no 啊？你现在没办法评判。没办法。OK。所谓随机解释，随机解释怎么说呢？这个碳三，这个物体实际上是确定的存在这个碳火山，但是这个火山会重新再做一个概率的变化。对吧？它最后总是相当于可以扣上一些另外的算法，对吧？啊，就是形式化的，对不对？其实呢，我觉得好像他们两个扣上来算都差不多，对吧？嗯，因为这个也是相当于可以考虑跟环境之间的，对不对？嗯，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是相当于考虑跟环境之间的，对吧？ OK， 那么这样一个跟量子力学拿对的也是非常好的，也没有办法来证明它是错误的。那对最后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在这篇论文所考虑解释，所谓波解释。也就是我们将量子力学当中过程一给定掉了。那对于这样一种解释，这样我们将可以解决量子力学当中存在一些养料。而在逻辑上面也是非常一致的，对经验也是一致的。那我们先再来看看这个理论，它现在这种解释你最喜欢哪一种？你觉得哪一种最有潜力？不过解释啊，波的这种解释，还是波的。
对量子物理学当中测量过程，爱因斯坦主要批评就是批评就是对测量，大概我们只关键一个物体对它的态实际上进行了一个非常剧烈的改变，也就是这个态进行的无穷快的一个坍缩。而我们在波解释，这样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这里不存在这样一个无限快坍缩，而是作为一个连续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很多实验都已经表明，这是一个连续变化，对吧？嗯，就是那种无限快的这种 collapse 这种说法，应该说已经被排除掉了，对吧？嗯，对吧？大家看到这个鉴定过程，应该说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嗯。然后在波解释当中，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观测是观测者跟被观测系统之间的一个关联纠缠在一起，从而导致我们这种解释。那么在这种解释下，我们的定理，我们实际上都是关于关联定理。关联定理，因为我们除了测量，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关联。那关联定理形式，我们就可以写成这种形式。在条件 C 的作用下，比如说 A 的 SD 系统的，比如说 A 形式，就跟 B。关联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对波解释的一种理解。